高興咧，今日而家喺我身邊咧，就係今次呢個活動嘅核心夥伴之一啊，係呢個互聯網專業協會嘅總幹事，就係黃麗芳小姐嘅。咁啊，我想問一問怡安啦，其實你哋IPOA 咧喺今次呢個活動入邊咧，其實嗰、那個扮演個角色係咩咧？咁大家好啦，咁我係互聯網專業協會嘅總幹事阿怡安。咁咧，其實我哋今次咧呢個活動嘅角色咧，我係作為一個核心夥伴咧，就富邦信息共同基金會咧去宣傳呢一個 iLearning 網上學習平台嘅。咁呢一個 iLearning 網上學習平台，如果頭先大家睇過咧，都知道其實我哋一個提供一個網上補習服務啦。另外咧，我哋有啲互動嘅網上課程啦，咁同埋有啲網上英語同埋普通話小組嘅。咁喺今日啟動禮之後，咁我哋做啲咩做咧？其實我哋打算咧都會喺暑假啦，同埋聖誕假期間咧，其實都會做一啲傳媒嘅訪問啦。另外咧，其實我亦都會係派發一啲宣傳單張，係透過我哋八個同學站，咁咧就去宣傳呢一個服務嘅。咁我哋八個同學站就包括香港東啦、新界東同九龍東咧嘅同學站咧，就會係有宣傳單張啦。另外咧，其實我哋小規會啊，同埋我哋咧，咁我亦都會透過一啲學校嘅講座啊，去推介呢、這個咁嶄新嘅網上平台服務噶。咁啊，除咗我見到嗱，即係頭先你有提過啦，就其實 IPOA 就會係即係主要負責係一個宣傳推廣嘅嗰個工作啦。咁啊，我想問一下，其實除咗係推廣俾小學生同中學生之外咧，其實呢個平台咧，將來會唔會再推廣俾社會上其他界別人士咧？其實因為咧呢個平台咧，我哋主要咧係服務翻咧信息共融基金會嘅低收入家庭嘅會員㗎。咁我哋所以我哋進一步咧都會係會主要咧都係以我哋會員嘅推介為主，而我哋嘅會員咧就應該係攞緊一啲綜援啦，或者係攞緊書津啊或者半津貼咧嘅低收入家庭嘅。咁要為咗令到佢更加知道呢個服務咧，咁我哋都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啊，令到佢哋得悉啦我哋一個服務。早前咧，其實我哋咧都有一個地鐵廣告咧，都去宣傳翻呢一個平台噶。咁啊，嚟緊即係將會陸陸續續咧有好多宣傳工作要你哋配合同埋協助噶咯喎。咁啊喺度咧，希望咧你個即係叫做活動咧，係能夠咧係成功，同埋咧係廣泛啦，係推廣去社會各階層，咁啊有一個好嘅迴響。咁喺度多謝曬你先，唔該曬。唔該曬。